凉哎，要吃冰。哇、哦，好冰的、哦，真的好冰。来吧，吃。哇，好凉快呀！深呼吸，让我们跟着露西一起笑嘻嘻。哦哦哦，我们在往中间要去吃午餐的途中呢，我们决定来吃一下这个冰。那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云啊，然后太阳非常的大，大概三十几度这样。走。这间在苗栗的冰店非常的物超所值，我们点了一个芒果冰，它的是宇治军史的抹茶冰，在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吃个冰超棒。凉耶，要吃冰。哇、哦，好冰啊、哦，真的好冰。啊，好喘！现在就来到了这个苗栗的一间景观餐厅。哦，那它是可以带宠物的，然后大型犬是要收100块，小型犬要收50块。鹿咖啡位于苗栗公馆，是一间以发豆为主题的宠物友善餐厅，整体的装潢都很可爱。店内会有电狗、布丁跟奶茶。驻守在店内哦。Living life 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Fuck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 foggy, but I've never seen clearer. 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me. And honestly, I'm not really sure I want saving. I like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 There's no risk if you don't try at anything. So I'ma just keep buying everything. See you in the next life, hope to be a better me. I don't think that my head's on straight. Gotta flip it and grip it and go and get an x-ray. What's wrong with me? I just feel weight. Pushing on my chest and it squeezed till I suffocate. Better change my mindset, meditate. It's pretty cool that I'm alive and that better dayI could walk, see, hear, I should celebrate. Think I could change my mind, maybe elevate. Living life every day. 然后这边既然是景观餐厅的话，它一定会有这个户外的部分、啊、但是因为现在真的太热了，所以今天来的客人都是选择坐在室内这样。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景观，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哎，蛮好的。虽然说它不是在很轻松拿来的那个很深山里面，但是我觉得景观算。还 OK 啦，就是还不错。那如果天气凉爽的话，可以选择坐在外面，我觉得是蛮好的。这边还有养一些小动物，这是小鸟。哈雷，你上电视了，你上电视了，你知道吗？好啦，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景观餐厅里面了，但是因为今天天气非常的热，所以我们就没有选择要。坐在户外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点了一个套餐，一个点心，还有一杯饮料。那它套餐里面的部分的话，就有附这个，就是啤酒，这个很特别哦，这是那个比利时的巧克力白啤酒，蛮厉害的。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巧克力白啤酒加进去，它的颜色超美的。然后我先说哦，就是喝酒不开车，所以我这样喝了这个之后呢，这个、开车就交给另外一个人去开，我们有另外一个司机。它闻起来真的有一点点巧克力的香味，
蛮特别的，还不错。它有一点那个巧克力的那个苦味的那个香味，可是它没有真的那个甜或是苦在里面，它就是那个苦的那个香味气味在这样，蛮特别的。巧克力的香味，蛮特别的。我们有另外一个司机。三，听不懂。还蛮好喝的。听懂了。好，接下来我们点了一个点心的餐点上来，金气是虾球。好，再来是看它有附那个类似像黄金泡菜，看起来还不错，应该就是可以配着虾球一起吃。康熙尔啊，气是康熙尔。然后这间店很特别的是，它是以这个霸斗为主题的这个景观餐厅。那我就非常特别，是它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就非常大量的都是以霸斗为主题，而且它都是做它的周边商品。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跟你讲，像那个放卫生纸的这个盒子啊，你看，它就是一只霸斗，那霸斗就是他们自己养的霸斗，就刚刚那个画面有的出现这样，很可爱，两只这样。他们叫什么布丁奶茶？对对对，他们一个叫布丁，一个叫奶茶，他们就叫布丁奶茶，超可爱的。那我接下来我们的餐点上来，那我这次点的餐是那个汉堡餐，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的汉堡套餐。那它汉堡套餐，它本身这个套餐就有附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巧克力啤酒，非常好喝。汉堡、鸡翅、炸鸡翅、薯条，看起来非常好吃。哦，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进来狗狗都会有费用啊，大型狗是100块，小型狗是50块。那他就会附送一个这个狗狗的洁牙骨给他们进来的时候可以吃，这样超棒的。偷偷说一下，虽然说我们家的狗是不吃洁牙骨的，他们只吃高级的肉。